它有七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念佛号啊，专念观音圣号有何不同？印祖文钞提及，专持佛号外，加念观音圣号，以其障缘尽除等。啊，那么我们一心专持佛号，还是两者兼之？所谓正行、助行。印光大师他教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懂。啊，一心专念佛号，是为自己念的。是求得一心不乱往生净土，加持一千声佛号，是专门为全世界苦难众生祈福的，不是为自己的，就是每一天抽出一点时间祈求世界和平，祈求消灾免难，是这个意思。这个不算是杂修，因为你自己修行还是一心专注，那么如果自己专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可以，不仅专念观世音菩萨，专念地藏王菩萨，专念其他佛号都行。无量寿经三倍往生这一品里面，你去看看最后这一段，它这个经文一共四个段落，前面讲的是上辈、中辈、下辈，后面是讲一切读诵大乘经论者，只要你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得生。所以由此可知，西方是开放的，不是说你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念其他的都不能往生，佛没有这个说法。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通通得生。这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伟大处。这个道理我们要懂。第二个问题，他说一居士是附体是，他一直以为佛菩萨附身，会不会对于这一类居士若是魔等附身，我等应远离还是予以指正？他最初相信师父若若予以指正嘛，他决定好按照师父的话去行。这个佛菩萨附身这个事情很少那附身的时候决定也是说法也是度众生那个完了之后决定离开，不会再来要是常常附身呢，那就不是佛菩萨，决定是魔他那个第一次听他讲的时候，那个他教他弥陀经，叫他大势至菩萨的那个弟子，就是在功课本上的，所以他一直认为是大势至菩萨附体。也不一定是。鬼神，你跟他有缘，他学佛，他也会帮助你。那么这些事情，《楞严经》上说的很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这个就好。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这就折磨了，佛来也是折磨了。这个大乘经里面佛告诉我们，无佛亦无魔。佛跟魔是从什么地方区别的呢？住相就是魔，立相就是佛。如果你一切都不执着，魔也是佛。你要是执着呢，佛也是魔。你懂得这个意思吗？还有一个，他在那个，比如说念佛，佛号念不起来的时候，他会听到空中有一种音乐伴奏念佛的声音。这个，但是不是阿弥陀佛的佛号，而是提醒他自己佛号声提起来的一种音乐伴奏。刚才说的这个原则一定记住，不管什么境界现前，一概不理会。是好境界，佛在楞严经。如果稍稍执着了，都是魔境界。魔境界什么？让你生烦恼、生疑惑，让你起妄想、分别、执着，就是魔。你境界现前，妄想、分别、执着不生，你已经成佛了。你还分别这个分别那个，执着这个执着那个，把你的清净心全部毁掉了。我们念佛目的在哪里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你把这两句全毁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佛菩萨不常常现前呢？常常现前，你一定生妄想分别执着吗？哎呀，佛菩萨常常照顾我，不常常照顾你们，你不就起分别起执着了吗？所以佛菩萨不来是大慈大悲呀。那你喜欢感应，喜欢神通，魔就得其便了。魔就常常来示现，常常来给你开开玩笑，常常来把你的这个清净心扰乱。就这么回事情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呢，不管是佛也好，是魔也好，就照楞严经上所讲的话，一概不知不理会。永远保持你的清净心，所以都是好境界啊。不能保持清净心呢，就不是好境界了。第三个问题是恒顺众生中，对于作恶的众生，我等如何令其欢喜，而且又能示其正道。恒顺众生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善巧方便。如果没有智慧，没有方便，那你顺着他，他造恶，你也跟他造恶。他堕地狱，你也免不了。那在凡夫，我们只能够恒顺正面的、善的、善面的。如果是负面的、是恶的，我们决定不随顺。能够是随顺恶的事情，那你是菩萨，你不是普通人。你能在恶境界里面去度化他们，这个四摄法里头最后一句同四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定功，没有那个智慧，四摄法里头我们做前面三条，我们用布施、爱语、力行，我们不能跟人同四。到你有一定智慧、一定定力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同事。他去搞杀盗淫妄，你也去可以跟他一起搞杀盗淫妄。你在那个当中去度他。但你没有这个能力，不行呐。
你决定会堕落啊！啊，他喜欢打麻将，他喜欢跳舞，你天天去陪他，你渡不了他了，你被他渡了。这个要懂得，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下面一个问题，他是有个居士讲，自己能放下家庭等一切，啊，并且有愿弘法利生啊，自己有愿弘法利生，但双方父母障碍，小孩未成家啊，小孩有18岁了。丈夫不管家里的情况之下，啊，今年40岁了，若学习讲经，抛弃一切，是否违背佛弟子应该做的职责？啊，如未尽父母妻子等职，这要看实际其状况。小孩18岁了，这个没有关系了，他已经算是成年了。啊，在美国，小孩16岁算成年。16岁的小孩要是离开家里出走，啊，你要是去报警，警察就问你，你小孩多大了？16岁了，警察不管。16岁出门，你还去管他干什么？啊，不满16岁，这个警察会帮助你把小孩找回来。16岁绝对不管。啊，所以这个18岁呀，可以算是成年了。啊，那么问题就是，他的愿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是关键。啊，是不是真的？要发心学习，啊，真的走弘法利生的道路，啊，果然是真正走弘法利生，那就是报父母恩呢，也报了家庭恩。啊，你真正发心弘这个弘法利生呢，你的父母都得福报。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小孩从小。逐步啊，引导啊，这引导他吃素是吧？引导母亲吃素。引导母亲吃素啊，但现今18岁，不太听话，啊，本人他母亲是吧？小孩从小溺爱了一点，导致今天不听话。怕小孩不走正道，但不知如何引导，是否其中原因有小孩冤亲债主对其有所妨碍啊，致现今状态。这个事情今天在全世界可以说呢是一种正常的状况，绝对不是你一家。今天小孩能听父母的话，啊，18岁还听父母的话，稀有啊！这真正是孝子贤孙呢，报恩到你家里来的啊！啊，可能10000个人家找一只能找到1-2家了。今天小孩事情不好办了，原因在呢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社会去怎么样去诱导人啊？今天社会负面的诱导，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制止啊！你看电视啊，每一天把杀盗淫妄送到你家里来啊，那电脑就更不必说了。电脑跟电视毁灭这个世界，
这个是没有法子阻止的。所以难啊，今天家庭的问题难，学校问题难，学校学生不听老师的，家庭里面儿女不听父母的，这个现象是全世界最普遍的现象。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你有什么方法解决？能不能他如果本人一心念佛，求佛菩萨感通的话，会不会对小孩有转变的现象？那是很了不起的一桩事情。这个感通不是普通感通，自己修行正果。不是普通这个念几句佛那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你真正念到一心不乱了，证阿罗汉果了，证菩萨果位了，那个行。不到那种程度就很难了。所以个人修行呢，能够令家亲眷属得大福报啊，那是你修行成功啊。你修行不到那个程度，得不到福报啊。就如同社会一样，你的父母要想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那就是你做到总统，你做到部长，你的父母出去，人家会对你很尊敬。你自己不到这种地位的时候不行啊。你出去 你父母出去，人家一样不理会你啊。学佛也是如此，你自己成了菩萨了，成了罗汉，成了佛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时候连鬼神都尊敬，一听说我这某菩萨的父母，某菩萨的眷属沾光啊，就这么个道理。事出事发一样的。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修行正果，家亲眷属才能沾光。你去念地藏经，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怎么样度她母亲的，自己成就了。人家一看，婆罗门女的母亲在地狱了，这她的女儿已经证得罗汉了，女儿已经是菩萨了，菩萨的母亲怎么可以在此地啊？马上送到天上去享福，就这么个道理。你自己要没有证得菩萨罗汉的果位，阎王小鬼理都不理你。所以超度的道理在此地，我讲地藏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你明白这个一想就合情合理。自己为了这个家亲眷属的苦难发奋努力用功，这促成你真的的果位。所以自己不能修行正果就没办法。这个既然是儿女，这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因缘，佛在原则上告诉我，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不是这四种关系不会变成一家人。如果这个小孩是报恩来的，那孝子贤孙会听话的，他是报怨来的，麻烦大了，报仇来的，会搞得你家破人亡。讨债的，那你债还清了他就走了。还债的，他虽然对父母有供养，没有孝顺心，要还债的。你还有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小孩很奇怪的，他从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佛法刚刚有一点接触，他说小孩，他母亲吃肉的时候，那小孩就吃一点小下一个那个东西，肉不吃。这母亲呢，看见那小孩要有点进步，吃小下，
那他就跟着小孩吃，那小孩就赶紧就吃一点点的钙一类的东西。然后母亲就也什么都不吃，就吃一点点钙的时候，那小孩就干脆吃。啊，对啊，那这个小孩就是来报恩的，哎，来引导他父母的。那后来就现在就是不太听话。啊，对，现在这我不是跟你讲吗？社会诱惑。哎，社会是个大染缸啊，这个没法子。哎，他自己的这个功夫不够啊，还是会受社会影响啊。啊，那就没法子了，这是社会教育。家里头教的再好，一踏进社会的门就完了。学佛也是这样的啊。从前我们在台中李炳南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啊，暑假期间召集大专学生到这来学佛。啊，这个学程是四个星期。四个星期天天听讲经说法，很像样子啊。啊，不错，是改变，都改变得很好了。啊，结业之后电影院两个小时看一场电影，完了，全部都完了。又回去了。啊，那我们还要不要办呢？还要办，只晓得心里有数，种一点善根而已。哎，你千万不要以为哦，这四个星期训练之后，哦，他就是转过来了，没那么容易。啊，这个社会的大染缸太厉害了。啊，说老实话，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转得过来。啊，别说我们了，我们只是尽心尽力去做，功德就圆满了。啊，最后一个问题，众生处处爱，是因为啊，对，妄想分别执着，若用功时，佛号也不念。从无心处下手，从无念处下手用功，能成吗？能成，这是最高级的这个佛法，是上上根人学的。这个不是普通人，这个决定是诸佛如来再来。啊，如果不是诸佛如来再来，这是邓超啊！啊，这个一生的时候。决定能证得法身菩萨，啊，绝对不是普通人，啊，这个真是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这不是一万两万了，哎，亿万人当中，一亿人当中，恐怕一个都选不到。如果能选得到的话，我们这个世界都有救。这世界上有70亿人，应该有七个啊。世界上有七个菩萨的话，这世界有救。啊，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啊！啊，理上讲没错啊，事上是真困难了、啊。哎，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子用功，他佛号不念，他就是一心的，只是观自己的念头。不行，不行，不行，决定不行。决定不行。念佛号还能往生净土，不念佛号的时候，他要不能证得无上菩提，他决定还是堕三途，出不了六道。那个无念是什么？无念是妄想，而无念是无明，有念是妄想。那佛菩萨的无念是什么？那个是你不懂，你不了，到不了的境界。凡夫真正修到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果报在无想天，四禅的无想天。哎，为什么呢？无明没破嘛。哎，他真正到无念的时候，智慧开了的时候，一切通达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如来的经典展开，他讲就跟佛讲的一样，那就是智慧开了。
那才叫真正无念。啊，如果说无念，什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这是无明啊，躲在无明里头啊。啊，如果是真的无念的，人家问你原子弹怎么造法，你可以一桩一桩射出来，你就懂得，你智慧开了吗？事出世间法，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的。啊，千万不要把无明当作无念的果报，那就完了。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念刷一下，那个佛号也没有了，念头也没有了，提佛号也没有了。这个时候的这个时候叫摄念，应该怎么办？赶快提起来。哎，这是摄念，等于驾车一样，临时一下失去控制了。啊，只要我们还有念头，就肯定是凡夫，不是圣人。啊，我们的无念其实还是有念，有个无念在呀。你还有个无念在呀。哎，你凡夫有念的时候，有无念的时候，他还是有无念在，那还是个念呢。啊，菩萨境界里头无念是有念无念通通都没有啊，那才是性德现前，不能够搞错啊，这搞错了麻烦就大了。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如果修净土的念佛人临终业障现前应如何处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临终业障现前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了，平常要懂得消业障，要防止临终时候业障不会现前，这个人才有把握往生。啊，一般人没有把握的时候，临终一定要靠善知识护持他，这非常重要。啊，真正善知识照顾临终的人，临终他的冤亲债主不敢靠近。啊，那你要找真正有修行的这个人才行啊。啊，哪些是真正修行人呢？绝对没有丝毫私心。啊，我们常常讲嘛，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还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啊，还有五欲六尘的享受，还有贪嗔痴慢，这个敌不过魔障，妖魔鬼怪不怕你。啊，为什么呢？你跟他差不多。哎，他不在乎你。你如果真正没有这些念，这个妄念了，啊，妄念杂念了，这个人是聪明正直，这些神明对他尊敬，啊，不敢伤害他。啊，那这个人要是在亡者生前守护，难得了，他的冤家债主也不敢接近。这样善知识就很不容易得到啊！啊，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平常培养自己的清净心。啊，依照佛陀的教导，我们修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平常去养啊。临终的时候，魔障就不会现前，欲知是知啊！啊，这个事情只要自己认真努力就行。
你看看，去年我们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的往生，这给我们提供最好的示范了。啊，他是晚年生病了，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才真正接触到佛法。啊，把我们讲经的录像带拿去听。啊，摆在床头，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天听8个小时，他懂得了，他明白了，除了听经之外，他就念佛号。啊，走的时候3个月之前。欲知时至，这个事情要求自己啊，靠别人靠不住啊！啊，靠别人太难了。别人只是给你一个助缘呢，自己要有真因呢。第二个问题，对家里人。代替亡者受幽冥界是否有利益？这个只是给亡者跟佛法结个缘而已。你代他受幽冥界，他自己愿不愿意受呢？他要拒绝不愿意受，你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不如念经念佛给他回向，比这个形式效果大得多了。啊，你真正为你家亲眷属，你给他许个愿。啊，我念1000部弥陀经给你回向。啊，这1000部专门为他念的，那他得好处，他感恩你啊。啊，我念100万声佛号给你回向，这是真正自他念力。啊，像地藏经上讲的，7分功德，亡者得1分，自己得6分。啊，佛在经教里把这些事情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一个问题问的是问清净善知识如何判断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若是邪思而我清净却能行正道，可以清净吗？这个邪思正思，佛一开端就教导我们，我们最近在这里念的阿难问是佛吉凶经，佛一开端就教给我们要清净善知识，教给我们怎样辨别善知识。啊，清净邪思你自己能行正道，这个很难得，这也不是普通人，这样的人将来决定有成就。啊，这很不容易啊，清净邪思而能行正道，难能可贵啊。啊，这个也是稀有的因缘，啊，不多见的。啊，如果这个事情要能行，释迦牟尼佛又何必叫我们亲近善知识呢？这都不用了嘛。啊，恶知识能行正道的时候，大概也是10000人当中难找到一个。啊，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在我们想象当中。决定是佛菩萨化身来的，不可能是凡夫，凡夫做不到。啊，凡夫确实，古大德所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他会受环境影响，他这个已经不受环境影响了。啊，不受环境影响的人是圣人，已经不是凡夫。啊，若有的问题分判不出来，如何去行才算是正道？啊，这个依法不依人，这是佛的四依法了。啊，在自己熟识的佛经中也没有看到。啊，佛如何指示？这时候应该如何办？佛垂灭的时候，教诫弟子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啊，能够遵守这个教诲，佛虽然不在世了，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啊，法是什么？法是经典。啊，我们辨别善知识，善知识所讲的决定不违背经义。啊，言语说的不一样没有关系，意思不会错，依义不依语。啊，但是一定要以经典为准则。啊，善知识所说的意思决定不违背经教。啊，违背了经教，那就不是善知识。啊，所以四依法是我们一个准则。这一位同修啊，石家庄的杨居士，他说非常啊，老法师非常崇敬你。我学佛5年，受到家里人种种阻扰。啊，他说你的相片和佛像啊，也让家里人给我撕掉了。啊，但是我更加精进。啊，并在3年前。受了菩萨戒，家里人也变得好些了，常常听你的光盘，也要皈依三宝。我想我欠家里人的债务，也还够了，总想一个人去五台山住茅棚更亲近，对往生可能呢更有利，不知道这样下去后果会如何。如果有坚定的决心，我想所得到的功德会比在家里清净，心里尽了对修行会更好。啊，我的想法是否对？或者一个人和3、4个人合住在山上，你的想法没错。啊，这个住在山上修行呢，当然依众靠众啊，这是最安全的。真正找到志同道合，啊，4个人就是一个僧团。啊，佛家讲众，这4个人在一起共修啊，叫一众。啊，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如果能够依6合敬修学，它就是僧团。
啊，这才称僧团。真正的僧团一定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那么我在一生啊，我学佛50年了啊，整整50年了，我讲经43年啊，我学佛7年开始讲经，我这一生当中没有见到僧团，不但没有见到，听都没听说过啊，4个人在一起和睦相处，没有意见，没听说过。一个人一个心，一个人一个想法啊，夫妻2个人还吵架了，4个人在一块和睦相处真的不容易啊。佛家讲4个人呢，我们中国人讲的还少，3个人，3人同心，其利断金。你才晓得这个六合敬多难啊！假如我们这个世界出现一个僧团了，全世界的人灾难都会减弱，都会化解。那换一句话说，你真正是今天的救世主啊！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僧团出现啊，佛就保佑这个世界，做坏事情也沾光啊，世界不会毁灭。难呐，真难呐！我们这里天天在这里讲经，天天教学，你别看我们这里这么多人呢，一个人一条心呢，不是僧团呐。那培训班同学是僧团，不是的呀。啊，我们过去这个韩馆长办的这个图书馆。啊，我们自己搞的这个佛陀教育协会，基金会，都不能够同心呢，还是一个人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做法，你才知道六合敬之难。啊，难在哪里呢？每一个人不肯放弃这个我这个念头，只要有我，就不能合作，就不能同心同德啊！所以为什么《金刚经》上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什么人才能够修六合敬呢？菩萨修六合敬啊，菩萨无我啊，啊，有我那个心就绝对不会清净，不会平等啊！六合敬头一个，见和同解做不到啊，无我才能做到啊！所以真正修六合敬的僧团，那个里头的人最低的程度，在小乘是粗国须陀洹，在大乘是粗信位的菩萨，这是真的。啊，他能够把身见放下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见解才能相同，见合才能通解。还把这个身当作我，怎么能合得来呢？啊，2个人都合不来吗？何况4个人？这是真正难处之所在啊！我们要晓得，所以有个3、4个同修啊，能够守住。戒和同修
念念呢，放弃自己的成见，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做一个形式上的六合敬，那就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是这样念佛的话，肯定能往生。啊，所以念佛堂为什么24小时念佛？不念佛就打妄想了。啊，叫你一天到晚佛号不中断，想打妄想也没时间。啊，用这个方法勉强做到合敬。啊，那么这个道场大众在相处，如果不是用功办道，只要有时间就胡思乱想，只要有时间决定造罪业。啊，如果他不打妄想不造罪业，他是圣人，他佛菩萨再来，他不是凡夫。啊，凡夫怎么可能不打妄想呢？怎么可能不造罪业呢？地藏本愿经里面说得好，阎浮提众生呢，其心动念无不是罪呀！啊，所以不造罪业是圣人呢，不是凡夫啊。天人都不行啊，天人都造罪业啊，决定是圣人啊。我们把这个圣人，这个降到最低限度，决定是出国须陀丸。啊，大乘里面出现位的菩萨，为什么呢？三界88品见惑断尽了。啊，只要88品见惑没断，那像我们确实一品都没断的，他怎么会不打妄想？怎么会不造罪？啊，所以人贵自知啊。啊，要有自知之明啊！为什么知道不行，我们才会发愤，才会用功。啊，如果误会，以为我已经成功了，哦，我已经了不起了，那就完了。你不会再进步了。从初发心到如来果地，这个路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有就是有一个居士，他问我们出家人，他是一个吃素那个虔诚的一个居士，但是他的父亲他不吃素，他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祭祀的时候还是用素菜来祭祀，结果他的父亲王敏不愿意。那这种情况下，应该能素菜还是？给他化粪素菜，用素菜祭祀对他决定有好处。但是他不乐意给家里人说。不乐意，多多的诵经给他回向。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不乐意的时候还要吃众生肉，决定堕在三途。他来扰乱那是灵，那是鬼魂呢。他没有成就。一定要劝导他，如果不回头，这个三途太苦啊，时节太长啊，要劝导他。劝他的时候在排位前。对，不错，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但是你自己本身一定是吃常素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不吃素，你还要吃肉，那你不给他吃的话，他怎么会高兴的？他不会高兴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全家都吃常素，那就没话说了。自己还要想贪吃的话，那他不会饶你的。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他是吃素的，结果他的那个王领就跟他说，他说你们吃素，我又不吃素，你为什么要祭祀我的时候要给我吃素的？啊，对，可以，对，可以跟他讲，可以跟他讲，啊，这个可以劝导，哎，不应该杀生的，啊。